这颜色也好看，好看吗？很衬肤色，衬的皮肤特别白，好看吗？你是老爸吗？你不是老爸吗？我是店长。这是谁呀？这是我们店长，是我的上司。啊，你不是老爸吗？我没跟你说我是老爸。哎呀，谁是老板怎么样？这给你几件，多买几件。还行，这个是收腰，我怎么看见收腰了不行吗？就是刚才我喜欢这几件，给我找我的尺码新的。是不是一件跟一件？不是，是不是？这个号就是，不是，就是这个款式就是一件，但是有很多号。那给我打点折呗。算完价钱完了以后，我再给你优惠三个月。你也不是老板说了算吗？优惠我再说一下。优惠？对。优惠300多万，得差300多万。这些都是这样，对，五个全要了，五个。然后你这边钱，你钱不都给你了吗？有啊，500呀，正好这些，你看你要给过我这，没事，自己心里有数。走了，你必须得。哎，这发型有事走了，五百块钱是我的，对吧？不是，你没有买单，你没有付这个。那这500块钱付那个。到底是哪个500？这500是我，这是我的呀。我没有给过500。这是我的。500，你不能拿我的钱来买单。这鞋带多少啊？实际上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你刚在里面试衣服，然后500块钱对不对？然后呢？我只收500。啊，收500，你收500啊？不，我已经算，我已经算帮你了。配合你还这样，不是？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好，别这样。我觉得你这样做，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走了啊！晚上再过来看衣服啊！走了，不是老板，你说点热，到那边该吃饭。你给我留着。没事，反正他那500确实是他的。当时我还想抱着你。没有，我是想承认的。没事，反正他的都行。